3月2日上午，韩国人气女演员朴信惠因海外行程经仁川国际机场出发，前往法国巴黎。当天，朴信惠身穿连衣长裙，搭配黑色外套，手拿品牌挎包，以短发造型惊艳亮相机场。朴信惠在进入机场前，还应记者要求停下脚步，摆出造型供记者拍照，十分敬业。据悉，朴信惠将于3月17日在首尔参加某品牌签名会。魔方传媒韩国报道。여기 인사 한번 해주세요.